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每一个听过我的人，谢谢你们还记得我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台上的朋友们好吗？我真的在就平时看那些演唱会的视频，就人家的歌手都是指哪里哪里的尖叫声都特别大声，我想试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好吗？我最大的愿望，也谢谢每一位老师能够帮助我让我被看见，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。我们一起来感谢一下让我们美好遇见的人们好吗？